东西在里面，它就会带走。那我们的人的主动权威之都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主动策略，也可以。本案委员21人，回避2位，出席委员有10人，所以出席委员10人都同意，没有人不同意，所以同意新增226/1D号纳入那个市长官邸的那个第四建筑定做的地方。那我接下来向你按审议案。
案次，案由士林区社子岛二十处建物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四条、《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七、八十九条以及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审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聚落建筑群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二办理情形。目前社子岛地区已公告登录了五处历史建筑，考量社子岛开发为本府重大建设，为求慎重，文化局依文资法第十四条进行社子岛地区内的全面普查，经筛选具文资保存潜力的标的后，进行相关的文资审议程序，以确认其文化资产价值、姓与姓名。文化局于108年3月20日委托台湾科技大学办理台北市社子岛地区文化资产普查计划，并于108年6月4号办理基础审查会议，订定了文化资产保存的筛选标准，初步筛选出建议20处具文化资产保存潜力的标的，进行文化资产审议程序。会议记录详附件。文化局依文资法程序筹组社子岛地区文化资产审议专案小组，专案小组由文资委员李前朗委员、刘淑英委员、苏一鸣委员、詹天权委员、戴宝春委员、李富国委员、张坤正委员等7位委员组成。本局分别于108年6月13号、6月14号、6月18号进行20处的文化资产潜力标的的现刊，现刊初步评估建议8处具历史建筑价值潜力，12处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续依程序送文资委员会审议。相关审议的评估，请委员参看书面意见。那接下来就是由那个我们普查的台科大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说明。呢，它的那个发展哦，其实就跟整个大台北地区开拓的过程一样，是沿着那个河岸来，就在社子岛，特别是有基隆河跟淡水河，然后发展出这个聚落。好，那这里的那个移民呢，是从那个泉州的同安县来，然后它其实是不同的时期哈，像西周底跟西沙尾是比较早的时期，在乾隆初期就有移民过来，然后中州府跟福州是道光年间开始开发。那因为他们过去不会有海水的，都是河水的水患，所以退了之后呢，反而会让地方变得很肥沃哈。所以经常虽然经常有这个洪水，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定居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从民国36年的航照图哈，可以看出这些聚落所在的位置，然后还有他们进行那个农耕维生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这个聚落当中，因为他们是各自发展，所以呢每个聚落都有几个主要的家族。那西周底是比较早发展，所以他的那个家族也比较多哈。那目前这个红字的部分是我们已经登为历史建筑的哈，包括那个玄安宫就是谢家原来的主厝，然后燕龙家的主厝都已经登录。那其他它还有包括像陈家、王家、杨家跟郭家。那西沙尾呢，除了我们已经登录为历史建筑的这个李和新宅哈，属于对山李家。那其实还有颍州陈家也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家族，然后中州府李宗济宅也是属于对山林家，然后福州的王家也已经登录为历史建筑，然后建筑的形态主要包括合院这个主厝还有这个街屋。那这些建筑呢，因为过去不能新建新的建筑哈，所以留存到今天。那这里的这个家族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发展过程当中，其实跟这个像新庄还有泸州哈，都或者北投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角头轮值，然后来祭拜这个主佛，就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习俗。那我们这个普查的过程哈，是我们是用那个地毯式竹洞建筑进行调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图哈，就是我们把这个地形图跟这个门牌号码图上面那个建筑，然后把它放大，然后印成区域性的图，然后我们每一栋去看，如果没有价值就把它花掉，有价值就在上面做记号，然后拍照，然后制表，
然后访问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听跟他们讨论对这方的看法。那这个就是西周底部分的一个结果。那在这里头呢，我们调查把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大概有91处，然后在这个91处里头呢，又针对保存比较完整、具有特色的提出有36处比较深色的就是我们认为比较有特色的，然后比较浅色就是有特色的这个我们特别有字表的一些建筑。那我们这个结果呢，在提出会议以后进行报告。那起初会议就针对这36处进行讨论之后，然后决定呢，对20处来进行限刊。好，这个就是这个调查的结果。那在这个我们也会发现它有一些这个群聚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会议当中，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将来在确定它是不是具有文字价值的一些筛选的原则。那原来在文字法里头呢，是针对历史建筑是有3项就是表现地域风貌或民间艺术特色，然后具有建筑史或技术史的价值，具有地区型建造物类型的特色。那我们从这3点来思考那因为我们还希望能够考虑所有者的意愿，还有就是这栋建筑里头它所代表性的意义，就是历史跟文化的一些承载，然后还有建筑的完整性，然后这个呢跟这个历史建筑登录基准，也就是地区性建筑类型的特色相关。那还有就是说这些建筑它是不是可以共同形成一个地域性的一个风貌。那另外就是它在建筑类型上的一个代表性意义。那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基准然后我们在这个各个聚落里头来进行这个调查，然后我们在这个西周底已经有的就是学安沟跟燕楼里在，然后西周底它是土地分割比较细碎那有不同的性质，它其实基本上就有4个角头，而且它土地跟建物新建的人不同，这个案例也非常多。那建筑状况保存有损坏的部分也是比较多，但是街道能保存一些旧有的纹理。好，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找出的这个案例第一个就是善居士。那善居士它其实内部是有特色，但是它损坏的比较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门楼，然后进去的正厅。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西周底的这个遗宅然后它是比较靠这个堤防这边，然后它建筑也是这个闽南式的一个这个凹凑的形式，但是它因为开那个堤边的道路的关系，所以左边的那个户楼也被拆除。然后这也是在它旁边的这个西周底的阳宅然后它也是这个凹凑的一个形式然后它下半部有砂岩，然后上面是这个斗子砌，然后也可以看出它大概原来的建筑面貌。然后另外就是因为那个通常在这比较精美的都是合院，那但是也有一些街屋虽然它新建的年代比较晚，但是它可能可以代表另外一种类型所以我们也提出来是加强砖造。然后呢这是砖木混合，代表另外一种形式这个也是涉及到另外一种合院的形式。然后这个是这个街屋的一种形式，砖造街屋的一种形式它主要是上面有气窗，然后这个旁两边就是门扇，然后他们会连续几间接在一起。然后这个西周底的锅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凹凑的形式，然后下面有气室，然后他们通常都会抬得比较高。然后这是西周底王宅。然后这个里面有是那个穿斗式然后外观是这个砖造，虽然屋顶有改过，可是也因为它屋顶有改过，所以它里面的木构造保存的状况很完整。然后在西周底卸宅，它外观改的比较多，但是它主要是因为离那个悬崖宫比较近，所以那时候觉得跟那个既有的历史建筑的周边，它位于既有历史建筑的周边。然后这个也是位在这个悬崖沟周边那它是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这个木造的一个立面。然后呢，这个是也是位在这个悬崖沟旁边一个非常小型的这个建筑那它因为那个三墙是面有斗子砌所以它建筑其实是损坏的比较严重只是考虑整个周边的环境。
然后这个也是因为位于巡洋公路周边，那当然它的那个状况并不是特别的精美，只是考虑形成一个所谓地域性的风貌。然后这栋也是这个街屋的形式，那这个因为它上面有也是代表不同家族然后一起来新建街屋的一种特色。然后这个也是在这个西周底的这个街屋的形式，一层楼的街屋的形式。好，那所以呢在这个西周底这个聚落，因为它这个保存的建筑比较多，那所以有很多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部分所坐落的位置就是包括有住宅区，它有一些未来提防用地，然后还有公园边缘所用地，然后呢有一些未来公园用地跟道路用地。那红色底就是这一次委员现刊之后觉得有价值的。然后西沙尾是比较早开发的一个聚落，然后它目前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个坤天亭，然后已经有礼和新宅是登录为历史建筑。那其中其实还有另外很大家族，就是秉州陈家，然后它有大房跟六房都在这个地方。然后都市计划以后还有中央绿带，那这个就是顶沙尾陈家大房的这个主座，它外观上虽然加了这个铁皮，然后还有这个钢柱来支撑但是它的那个外观里面的保存状况是不错。好，然后这是另外就是它周边的也是李家的建筑，然后这是洪家主座，它保存状况虽然不是很好，可是它拥有双户楼是比较特别，然后内部的这个穿斗式屋架保存状况还不错。好，然后这个是对山礼和发宅，然后它跟礼和新宅是比较近的这个房系的一个关系。然后虽然屋顶改过但是这个像礼和发这些门匾跟墙身状况都还不错。好，然后这个是下西沙尾的陈家主厝，下西沙尾跟顶西沙尾其实是同一个聚落，只是当时这个土地的所在分隔而已，这也是陈宅的主厝。然后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下西沙尾的部分都是未来公园用地，然后顶西沙尾有部分在商业区跟这个住宅区。好，然后最后一栋就是中州府，中州府目前已经有这个李中记载对山李家登录为历史建筑，然后跟它相邻的也有一栋也是属于对山李家的它这个合院保存比较完整。好，所以这次也是被提出来说具有历史建筑的价值。然后它是跟那个李中记载相近，那李中记载已经是这个公园用地所以它也许可以一起成为一个地方的这个特色。然后这个就是整体来看三角形的部分就是之前已经登录为历史建筑的位置，然后其他的点就是这次所现刊的二十处。然后我们这次提出建议的策略就是因为有的所有者其实他也有意愿自己经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其实也是有可能化为保存区，然后来补助他整修，然后如果有需要可以做容积移转，然后以后可以由他们自己来经营。那如果有些愿没有办法自己经营的话，他们愿意参加土地重划的话，那也可以比照之前的历史建筑就是化为公园用地，然后所有者还是参与土地重划。那有一些是有牵涉到道路用地那就希望提出来看看这个西部计划有没有可能进行这个道路的微调。好，那以上我就很快做这样的报告，谢谢。是不是这个有登记发言？对，今天登记发言比较多那我们先从旁听席的登记发言，再回到我们练习现场练习的部分。那请掌握时间。那第一位是柳志云先生。是照这顺序吗？对。柳志宁、陈宏云、王伟汉、李世勋、萧文杰、高诗慧，七个人。对。那每个人是3分钟。3分钟。那请大家就把握时间。那在大家发言的过程，我们今天出席的人，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涉及市府嘛，所以原则上我们市府的委员就不参与讨论也不参与投票，那你们就发言，那后续还是麻烦李老师这边来做协助那我们是不是就麻烦刘先生，谢谢。好，
就是我想提，就是社岛开发案现在在市政府的政策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环。就是就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开发案，但是目前这个文字的审议，其实在事前我们没有相关的公开的资讯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过去其实，在市北科的争议，相信在场委员应该也了解，就是市府其实在过程中的诸多瑕疵，那到后续其实也被监察院做了弹劾这样子。那我们其实现在并不愿意见到说，市政府的文资审查最后也是用这样子草草了事的态度来解决。那尤其是这个案子，其实刚大家也看到，就是其实列了很多的历史建筑出来，那其实它资讯量很大，可是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它不止。就像我刚刚所提，它资讯未公开以外，那我认为市政府应该也要秉持就是公开透明的态度，以聚落建筑群的方式来做程序的调查，然后办理文字法规定的相关的公听会的程序。那是希望市政府暂时能够先暂缓这个社岛文字的审查。那目前之所以会做这个审查，大家也了解，就是市政府动用这个第二预备金500万来做，那目的是为了要补足在过去主要计划以及环评中并没有完善的调查的部分。但是距离他开标到现在其实短短的，甚至也不到半年的时间，然后也做这样子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让人感觉是走流程的过程。那在这边是希望委员可以秉持专业的立场来评估。对，谢谢。下一位陈宏云。不好意思，我就陈宏云说，就是台北市社岛地区文化资产普查计划是在108年1月30日限制性招标公告，108年2月20日开标，履约日期为340日历天，500万的预算，结果今天108年6月20日就要审议，都不到履约日期的1/3。如此。